OK，Nancy，我是 Leo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噔噔，我们将要介绍的呢是 Seven Eleven 和猫猫虫咖波的合作商品夏日疗愈特辑。然后呢，待会我们会一个一个的介绍这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。然后这支影片也会有办抽奖，所以记得看到最后好吗？OK，那我们直接 Let's go。好了，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呢是绒毛卡套随身镜，噔噔，它是6点加购199。这一次的商品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卡波，然后一个狗狗的造型。那我自己颜色上是比较喜欢这个狗狗的。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个镜子，后面的话是做一个卡套的设计，可以放一些像悠悠卡、一卡通之类的。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伸缩拉环的设计，简单来说呢，它就是一个方便携带，还有一个拉环设计随身镜加卡套。然后呢，它是6点加199 ，OK。好，那第二个要介绍的呢是牛奶瓶留言小夜灯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画面上多了一位侦台组，没有错，就是因为这次卡波商品，它最主要的造型呢都是卡波和狗狗，然后呢就少了一个我也非常喜欢的兔子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啊，直接邀请本人入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来这个是留言的小夜灯，所以说呢，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白板笔，啊，是可以插的，可以把你想要的留言直接写在上面。那它的瓶子下面呢，有一个充电孔。然后有附一条 USB 线，假设你找不太到这个 USB 的插槽呢，没有关系，它还有另一个可以加价购的商品，那就是噔噔，兔子跑了。三孔 USB 的电源供应器，欸，这个超可爱，它是一个供应器，上面还有一个咖波的脸，欸，然后呢再搭配上牛奶瓶小夜灯的 USB 线，然后它是 AC240 的国际通电压，来我们直接给它插上去，然后另一头插在牛奶瓶小夜灯上面。 OK， 那充完电之后呢，各位噔噔，来我们关一下灯好了，有没有？我来对比一下，这个是没有亮的，然后这个是有开电源的，超美。它这边是有一个卡波图案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另一个的话呢是这个图案，那因为它的插头是在下面的关系啊，所以呢可能要先充完电然后才能用，不然如果你插着电边充边用的话呢，不太能够放在桌上。好，那这边补充一下，这个按钮呢它是有三段的，第一段的话呢是很亮，然后第二段的话呢是夜灯的静暗模式，那再按第三下的话呢就会关闭电源。然后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一个电源供应器，然后呢这个插头的部分可以做收纳，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是要带出去用的话，就是你要随身携带的话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呢造型还非常的可爱，一样是卡波和狗狗的造型。那牛奶瓶的话呢是6点加购499，电供应器的话呢则是6点加购399。接下来呢就是6点加购399的造型地垫。那这些造型地垫呢通常啊我都是拿来收藏用的，好不好？不会真的把它踩在脚底下，所以包装我就不另外打开了，好不好？不然我怕它脏掉。那它的大小呢是长58宽62的，非常大的一个造型地垫，有没有？然后底部的话有防滑设计，如果你是真的要使用的话，不管是放在浴室外面啊，或者是放在厨房的话呢，基本上是不用担心会有移位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它下面是有一个防滑设计，这个就留着收藏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就是我这一次最期待的商品，那就是无线充电滑鼠垫。OK， 造型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它的插头呢是在右上方的哈，一样是有附一个 USB 的充电线。那滑鼠的话呢是在左边的这个区域， OK， 如果你要用的话呢是直接从这边去用就可以了，然后右边的话呢就可以放你的手机，那你就可以边使用电脑呢，然后旁边还可以边充电，有没有？欸，那如果我要玩手游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滑鼠边用，然后手机放横的，有没有？或者是要追剧的话，我就这样放着，然后边充电边用滑鼠，欸，这超赞的，欸，然后它在充电的时候呢，充电孔的下方啊
会有亮灯 ，OK， 告诉你说呢，目前是有在充电的。然后还有电流过热以及过载的保护，所以使用上应该是非常的安全。那这个无线充电滑鼠垫呢，是6.699可以加价购的。下一个造型连帽收纳毯，这个的话就只有一款卡波造型的。然后是6.499，那它是可以像这样子做收纳的齁，直接变成一只毛毛虫欸。那我把它拆开来看看，超大的，它这个多大啊？125×80，它上面有两个耳朵的这个毛毛虫的帽子，卡波的帽子，这个超可爱的欸。你看我现在戴在头上，然后它已经到我的到膝盖这一边了。右边这边的话呢，有一只卡波，然后帽子也是卡波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只披了大概一分钟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全身都汗，可能要等到天气冷一点之后再用会比较适合。好，那刚刚塞一塞后呢，塞成这样子，这样子也超可爱的啊，刚好就露出一个帽子。然后如果你们要当毯子的话呢，它也可以当枕头或者是当抱枕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超可爱的，而且冬天的话呢，应该非常实用。好的，下一个的话呢是卡波与狗狗造型的饮料提袋，那它是只要到门市消费呢99元就能够加价。然后最特别的是呢，它是一个双面提袋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假设你出门的时候想要买个饮料，今天可能用这一边，那明天呢换一个心情，有没有？再换回来，换这个大卡波，下一个各位。相当的大，折叠收纳箱桌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收纳箱，它还是一个桌子，没有错，各位，平常的时候呢，里面可以拿来收纳一些东西，而且呢，它的容量算是蛮大的。那假设呢，今天你刚好需要一个桌子，直接放上去。直接拿来当桌子用，刚好直接放上我们刚刚介绍的无线充电滑鼠垫，收纳箱秒变电脑桌。我的天啊，我真的是生活智慧王。那假设今天呢，觉得这个空间好像不太够，而且这个桌子目前用不到的话呢，对呢，直接从一个电脑桌呢变成一个收纳后的电脑桌，超级方便。那它是6.399加价购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款卡。卡波商品，那就是噔噔安全帽，那它总共是有卡波款以及卡波狗狗款，然后呢还有附一个相当实用的束口袋，可以拿来装安全帽的束口袋，而且重点是什么呢？还有 ISO9001 的品质认证，然后呢前方是做一个三扣环的设计，帽檐这边呢是可以直接扣上去的，然后安全帽最重要的扣环的话呢是新式铁扣环，而我手上这一款安全帽的话呢是60到62的帽围，所以应该是大部分的人的头型应该都蛮适合的啦。好，各位，大小非常刚好。OK， 那这一款帽子的话呢是6.999元，就这样子出门了，各位，回头率爆表，绝对不是因为我颜值高，不过理由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黑色系的，所以我自己的话应该会挑这一顶狗狗卡波款式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 7-11 加价购的卡波商品呢，总共就是这一些。那即日起呢到6月26号都可以到 7-11 做加价购，如果对我刚刚介绍的商品有兴趣的话呢，赶紧手刀到 7-11 抢购，好不好？ OK， 那我们最后呢有一个抽奖活动，只要进入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到脸书粉团按赞，再把我自己影片分享出去，最后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你最喜欢卡波里面的哪一个角色，只要留下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呢，我就会从影片当中呢抽出一位的一般观众以及一位的频道会员，那一般观众的话呢会抽出这一个卡波的随身镜，那会员的话呢会额外抽出这一个电源供应器，所以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呢，记得在留言的最后面再加上我是会员四个字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是 Leo， 我们就下次见哦，大家拜！现在沉浸在这个卡波的世界中啊。